对对对对，大爷干啥去了？这是去哪儿店里头拉的猴豆？就在那个。哦，往院里头拉呀？嗯、哦。看那红辣椒挂的好看的啊，挂在那个窑洞上头。啊，大爷，这是没了个萝卜。嗯。就是那青萝卜拔起来没着啊。嗯。剁了剁不了。干都是扯扯的。哦。就这两天就是保持那个水分了啊、哦嗯。不然就干了是吧？嗯。哦，这挖了多深个坑呀？不是，这二尺来深。哦，二尺来深了啊。啊，也不浅了。这圆白菜还没砍了，倒呀，明儿更冷，明儿零下五度，别叫喂，不进去不进去，不进去，这是高粱都碾了，够了，哦，这是闹回来没碾了啊、哦，一根儿嘞，哦，我一根儿，哎，哦，你看这辣椒挂这挂这儿好看的啊、哦，嗯，那还快择片了，红的溜溜的，你看，哎、啊，快择片了，哦，红吧红吧，嗯，看多红了。啊，这是院里头做的，是不是就是弄这儿的、嗯？嗯，啊，这儿可挂了点儿。哎呀，真好看呀！嗯、啊，等过大年吧，那个窗户红翠红花五绿的更好。哎呀，大爷，这个是不是那个吃糕那个红糕那个？红糕了。能吃糕不？不能。就是吃。哦，能吃那个就是跟油面做饭那个方法一样啊。啊，这不是跟那个红糕那个品种不一样啊、嗯！我那天碰着他们做那个红糕的，这两天就没得干了啊。谷子都碾了没？谷子碾了没？这家村里头人们都过来串门了啊！几个人在了？几个人在了？串个门吧，进来。看这大门，哎呀，院里头这花还开的，这么冷还开的，好冷！今天的天气，说进来吧，我也串门跟你们。哎呀，这两天这花还开的了啊、哦！他这是养了个猫，这也是爱种花啊、哦，他种多少？爱花啊、哦！哎呀，你这是没得干来串门来了？嗯，来串门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热炕头，哈哈这个地这是弄了两块砖啊，嗯、这就是为、了上炕的时候啊。嗯，走走好，腰疼腿疼不好走。哦，对，这样就高了是吧？嗯，这生活中午在这儿做饭。嗯，打火做，点火了做。这样做的连炕烧了是吧，大妈、嗯？哦，这还是拉风箱啊。嗯嗯，铁烧锅差不多。吃一锅就是差不了，就是。你啊，大妈，你这个锅头是不是现在还拿那个白土刷子刷的？啊啊，现在还刷了？啊啊，刷了。我刷一会儿，你喝点。我们老家也是，吃完饭原来都是泥抹的，您这可是砖的、啊。吃完饭拿那个山西的，吃完饭就拿那个白土刷子那么刷一刷，啊啊刷的白生生的、嗯，连锅头带这个这儿。嗯。哦，您现在也刷了啊？嗯。山西那边就吃完饭。就平常放个白土碗儿，大妈多大岁数了？83了。哦，哎呀，身体不赖啊。哎，本来了。这屋里热乎乎的。嗯。你看，这两天还没生炉子，这么暖和啊。哦。大妈，这房有多少年了？哎。这房有多少年了？50来年了。哦，这房也都50来年了。中午吃的啥饭？中午炒豆了。还吃糕了、嗯、一个人做的啊、嗯、糕把爸是踹没他喝煮糕啥叫喝煮糕啊、嗯、啥叫喝煮糕就是俩人圆乎房子蒸了糕圆乎房子又在锅里边炸哦炸糕吃的炸糕一个人吃的炸糕我家闺女给的哦到底有个闺女好离得就好啊、嗯、能吃上大校长都在了啊能照顾你嗯多好你要离得远就吃不上了哦你该赶紧去啊，自己倒去了啊，嗯，就是。那个是不是这个下的？我看那，哎、我看那个猫小，这个大哦。哦。这个特小。哪个下的？哪个？那个下的这个啊。哦，那个有两个小猫啊，你不要。我不要。呀，那天谁还说了给我个谁家有猫了给我个猫？
我忘了，好像是有人说了。还有两个小小猫。这是哪个下的？两个小小。这是哪个下的？刚你要给你把眼吧。不要的嘛，我没点眼啊，就是这个猫下的。这个猫也是他下的。哎呀，他这个猫比这是个公的母的。这是个公的。啊，这是个母的啊。哎呀，这个他下的他比他还大了哦。啊，这是又下了俩。哦，又下了。哎呀，看这个小猫，这几个月了？一个月了才。才一个月了？这还得吃奶了啊。哦，还吃奶了。那个了，小的跑了。哎呀，这儿了。大妈在这儿呢，你看。哎。这是这个猫是个，这俩是都是母的，是公的。哎呀，看这俩猫跑的，这白菜都砍了，今天。